立法院今天上午继续进行第52会期施政总咨询，五四彭委员曾经就培养青年干部、政府施政措施应有尊重考核办法以及民生主义经济政策提出咨询。杨院长答复说，行政院非常重视青年问题，吸收青年充实政府新生力量是政府的重要施政方针，政府同时鼓励辅导青年创业，近年来青年们在中小企业方面也有了很好的成就。杨院长接着说，行政院对各项施政措施也确实做到了追踪考核，随时提报院会参考改正，至于今后的经济发展也一定依照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。杨院长并且还答复了刘松凡委员有关农业问题的质询，说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我们一定要做到粮食的自给自足，使经济和社会安定，鼓励农友尽量种植稻米，增加稻米的生产是今后重要的努力方向。财政部长李国鼎、经济部长孙运璇也分别答复了温世成委员所提调整待遇、稳定物价、台北地盘战情形以及硬币等问题的质询。今天上午执行的还有胡纯玉、邱家福等委员，下午市政总执行仍将继续进行。